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要提醒大家，先把口罩戴好哦。没有打过疫苗的朋友，一定要把口罩戴好。最近因为疫情关系，保护好自己。然后我们这边呢，我是 YY 的一名主播，当然我也有抖音号，我叫鱼神闪，在抖音上搜索鱼神闪也可以找到我。然后没有关注我的抖音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可以找到我，然后每天都有发作品。今天呢还是会为大家带来一场路演，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场路演可能是我的众多路演里面比较随性比较自在的吧。因为平时呢路演会带来一些特定的歌曲，为了拍摄一些素材。今天吧，我就觉得我就是为我们路人的朋友们来唱歌的，我自己只带了几首我觉得还不错的歌，然后剩下的我要唱什么歌什么的就由大家决定，就今天的点歌的环节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现在的路演也是在 YY 平台有现场直播，有在线直播。大家没有下载 YY 的朋友可以下载一下 YY。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路演的微信群，就是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路演，然后没有进啊，这是吗？没有进我的微信群的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进我的群，有那个路演通知。还有就是今天的音响效果，我初步听了一下，还可以哦，很干净，很高清。就是大家如果觉得混响的声音哪里不舒服的话，可以及时跟我交流。可以及时跟我们这边也好，跟我们的音响老师也好，都可以交流啊。最后我看到大家都有用手机拍，把我拍美一点。刚还想说个啥来着，好像也没啥好说的了。然后也欢迎一下我们 YY 上的朋友来到我们1761直播间来看我的路演。今天带来的几首歌哦，还有大家用手机拍了视频以后，回头上传到抖音的时候可以艾特我一下，我比较喜欢翻评论，就是大家艾特我过去，我都会去看一下，拍了我的视频之类的都可以给我看一下。然后首先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吧，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红与白》，但是大家未必听过。
喂喂。喂喂。好，这是今天的第一首歌，非常的温柔。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听起来舒不舒服，反正我觉得今天嗓音还可以哦。我这边听的是有耳返，我这边听到自己的声音还可以。然后好，可以。然后今天的第二首歌，我想让你们来点。今天的第二首歌，我想让你们来点。嗯，我今天带来的歌都挺好听的，但是我想知道大家都喜欢听什么歌。然后有什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的话，可以举手点歌。哇，这个大哥，大风歌，大风吹吧。我懂。还有吗？还有哪位朋友想听什么歌？美人鱼。一看就是从抖音过来的。嗯，刚才那个大哥特别热情，点了一首《大风吹》。我先事先声明啊，我不是广州本地人，然后我的粤语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不太值得一提。然后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唱，然后刚好这个哥哥也点了一首《大风吹》。嗯，我们这首歌我们直播间的歌也特别喜欢听啊，但是我的粤语他们经常笑话我。下蓝牙伴奏，好的。哎，不是这个版本。哎，哎，这个伴奏怎么变掉了？奇怪，我上酷狗上找这个伴奏吧，伴奏跟之前的不一样了。
首《大风吹》送给大家。虽然这首歌我唱的特别不标准，但是我还挺爱唱的，因为只要是线下唱这首歌，基本上我唱一次观众笑一次。你们可以大胆的笑我，我挺喜欢看到你们笑的。嗯，笑起来眼睛是不一样的哦。你看，看的时候目无表情的时候是这样的，笑的时候是这样的。嗯，刚才那个哥哥点了一首《美人鱼》啊，这首歌就是基本上路演的时候总唱，总是有观众会点。然后这首歌我们不急好吗？一会儿到后面可以唱一唱，可以唱上一段。然后接下来带来一首我自己的歌吧。不是我自己带来的歌，不是我的歌，我自己带来的歌。今天我们就这样穿插着，就是我唱一首，哎，然后大家点一首；我唱一首，大家点一首。还有人不知道我是谁吗？还有啊，不知道的可以在那个牌上看一眼啊，我叫于闪闪，在 YY 直播可以找到我，然后在我们的抖音上面也可以搜索到我，我叫于闪闪。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起风了》。之前我不知道这些歌手为什么这么喜欢唱《起风啊》《大风吹》啊。自打在广州过了夏天，我知道了。是，就是好像耳机的伴奏有点小，我听到其实，好。对，直播间的朋友们，这是现场，不要怀疑。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风景。的前一刻真的想要你，如今笑着今宵情切仍无法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走过这时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动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起风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时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动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
我不会告诉你们，其实刚才那个环节是我故意安排进去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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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卡片吗？你们送我的花记得给上面要署名哦，要不然我演完了可能都不知道是哪个哥哥送来的花。啊，刚才有点小意外啊，其实我故意安排的，因为我发视频的时候他们总说有假唱，说我在现场对嘴型。其实跟错了伴奏是我故意的，为了证明我是现场真唱。好热情好热情。哎，我发现这个小巴掌挺多功能的，它不仅能呱呱呱的响，它还能扇风了，是不是？所以其实是热的扇风是吗？能听到呱啦啦的在响。接下来要唱一首特别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向上的歌，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是送给我们即将迎来高考的高考生们，希望他们在最后的这一个多月里能够越来就是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多学点知识，然后考出一个好的成绩。然后今天带来了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最亮的星是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哇，这个道具真是个神器，现场气氛神器。天气很热，很容易出汗，补点粉。好，谢谢，放在一旁，谢谢。哎，太客气了，大家太热，我的天，怎么还要？这是我一周只演一场，如果我一周演七天，七场的话，我大概可以去开一个花店了。好热，买的冰饮料都变成了常温的。接下来大家点一首歌吧，好不好？游山恋。游山恋，好，还有吗？这个小哥刚才举手举得好快哦。交换余生，交换余生呀，我好像不会。瞎你个头，牙子。刚才这边点了一首游山恋，这个可以。应该是这个版本。我今天没有带我的扇子，哎，不知道有人会点这首歌。
首特别好听的《游山恋》送给大家，谢谢。哎呀，我成了指挥了，我现在是交响乐指挥，来这边响。嗯，好，太好听了啊！我也觉得。什么？什么？歌名是什么？哦，《游山恋》，《游山恋》对，游泳的游，冰山的山，谈恋爱的恋。啊，接下来我找一个美女跟我一起唱两首歌吧，找一个美女搭档。看到我们现场的帅哥很多，来，我们火火。哇，好漂亮啊，我都听到观众席在讲好漂亮。嗯，这是我的，点错了 sorry， 这是我闺蜜啊，就是我跟她是在，我们俩萍水相逢是在那个中国好声音的比赛里面认识的，然后都特别喜欢唱歌。嗯，然后就是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嗯，对，我是火火，对，闪闪的闺蜜啊，我觉得应该挺多人都知道吧，因为我经常出现在闪闪的直播间，对不对？对，然后今天呢也是我跟闪闪我们两个合作唱一首歌吧。嗯，好。对，是，对，今天带来一首特别可爱的歌，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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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这首歌叫热爱105度的你。嗯，来。对，是的，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情景，这么热的天，大家还是特别的热爱来听歌，来我们的路演上，在我们的广场上听歌。然后接下来这首 Super Idol 热爱105度的你送给大家，来吧。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去掩饰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首歌叫热爱105度的你，我经常忘记它的歌名，因为它的那个旋律太给太洗脑了。Super Super Idol 的笑容。这首歌叫热爱105度的你。然后呢还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做鹿港小镇。这首歌对于我俩来说特别有意义啊，就是当时我们俩参加完比赛认识了以后，然后我们俩就在我们老家对，在我们老家对奔窜各种那种就是音乐舞台呀，一些音乐餐厅也好，还有一些就是比赛也好，对，一些比赛也好，各个比赛我们俩都到处去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太钟爱了。用火火的话说，这是我们打天下的歌。对，这是我们打天下的歌。对，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山西。山西，对。那个兄弟举牌好辛苦哦。没关系，你可以举，兄弟可以举，没关系。假如你先深爱在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
谢，谢谢大家，谢谢。哇，谢谢，谢谢大家激烈的掌声。这首歌我自己特别钟爱，就是，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特别能够唱到一些离乡的一些游子的心里去。这是大家的故事，一首歌承载了在外漂泊的所有人的故事的一首歌。嗯，然后你要先休息吗？好的，那我就先去休息了。接下来还是让闪闪为大家送上一些歌曲。好的，再见，再见，辛苦，再见，辛苦，凡凡，不要着急，一会儿他有他的歌。这帮人一看就是多，这么激烈。嗯，然后在这么深情的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一首特别深情的歌。叫做《红尘来去一场梦》。好热，风扇有用吗？看起来好热。来呀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大家。我刚才看到我们直播间又有人在讲说画面和嘴型对不上，假唱跟嘴型，嗯，就是画面和声音因为网络的原因可能会有一些卡顿，但是大家他能说我对口型我很开心，证明我唱得很好，是他对我唱功的一种认可。我谢谢你啊兄弟。要大家有要点什么歌的吗？来，莫问归期，莫问归期，还有吗？不畏侠，不畏侠啊，都是很厉害的歌，都是很好听的歌。然后莫问归期，不畏侠，不畏侠吧。好，一会儿莫问归期可以来一段，各来一段吧，好不好？我唱完这首歌我去稍微休息一下，一首莫问归期，唱一段给这个哥哥。
来一段送给我们这位朋友，然后接下来由我们火火吧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我要去收拾一下，然后火火来。还不亦乐乎，玩泡泡玩得不亦乐乎。你是气氛组的吗？我是今天请来的气氛组。然后那个泡泡机出来是一团一团的，没事，它不是泡泡也是云朵，就反正好看。会点的对吗？会的，会点的对吧？会。然后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我们火火。对，接下来让我们闪闪休息休息啊，因为我刚才唱了两首，也不知道是因为太紧张了还是怎么了，反正就是挺辛苦的，就感觉到了，还是蛮辛苦的。谢谢。对，那接下来呢就唱一首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的一首歌吧，勇气。但是此勇气非彼勇气，可不是梁静茹老师的那个勇气，是棉子老师的那个勇气，送给大家，有区别的哦。也是一首很适合告白的一首歌，勇气送给大家。我爱你，无畏人海的勇气，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险棋，不惧岁月的更替，往后的朝夕，无论风月是你就足矣。看了太多情人分分合合，爱情是很脆弱，想问是你的花朵，你怎么说，我其实很忐忑，若我没有许过承诺，你还爱我吗？Oh,
谢谢谢大家，谢谢。然后，对，也是一首好的一首来自棉子老师的《勇气》，送给大家。然后也辛苦了，这个真的很哇塞，很漂亮，谢谢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也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大家肯定都听过的一首歌曲，就是前段时间还挺流行的，一首关于梦的一首歌，爱醒不来的梦，是的。也谢谢我们前方的姐姐，谢谢谢谢姐姐，我们戴的同款戒指哦，谢谢谢谢姐姐向我招手，谢谢。那就把一首《醒不来的梦》送给大家。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醒不来的梦，寻不到的天堂，医不好的痛，点不着的香烟，松不开的手，忘不了的梦梦梦。你是我心灵不到的风，哭不完的火，说不出的保重，熬不过的冬，忍不住的欢笑，是啊，对，那么也是送给大家一首
醒不来的梦，希望大家都有那个人陪我们做这个醒不来的梦。那就还要唱一首是吗？那就再来一首。哎，来了，稍等稍等，要不要在这里？你让他再唱。还要吗？你可以再来一首。切歌，再来一首。对，那我们是唱一首老歌还是新歌呢？可以呀、啊、好啊。悲伤的歌是告白气球吗？世界那么大，哎，但是我蛮喜欢《孤独》《失恋万岁》的。喂喂，嗯，来，我跟霍霍合唱一首吧。好的，哇塞，不灵不灵，漂亮。刚才有点啊，我的奶茶有点尴尬，因为耳返不知道挂在哪里，没有兜，也没有腰包，最后挂在了脖子上。大家想听什么歌？来，有举手，来，这个小姐姐。白月光，他已经喊好久了。白月光啊，白月光与朱砂痣是吗？太好了，是特别适合我们俩唱。你看，你看，一看我就是那种清纯的，一看他就是那种妖娆的。哦、所以我是那个朱砂痣，对吗？也蛮好的哦。谢谢姐姐的点歌，谢谢。嗯。来找一下《白月光与朱砂痣》，一人一段，好吧？同款。辛苦了，谢谢大家。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关注一下火火，然后火火可以稍作休息。行，那我就继续玩我的泡泡机，拜拜。正在玩泡泡机。来，我看我们哎，得赶紧抓紧时间把我的歌赶紧唱一唱，唱大家点的歌唱的比较多。嗯，最近有一首歌好火哦，就是我们出去拍摄的时候，我们那个公司的仓库里面有两套婚纱，然后就就是说最近接婚纱的人特别多，拍摄婚纱的人特别多，好像都是在拍这首歌，叫做嘉宾。啊，可以可以可以，会影响美观吗？知道，但是我看他往老是往下掉。可以试一下，可以。啊，他勒得我脖子，我感觉有人抓着我的后脑勺。某路演歌手当着众人的面，当着众多群众的面炸腰带，尴尬，场面一度尴尬。biu biu， 谁在 biu biu？ 这样喽，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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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没关系，没关系，啊，随便炸的就可以了，反正。那个我的身材也好啊，这个长相也好啊，气质也好啊，大家心里都有数。怎么穿什么怎么扎腰带什么的无所谓了。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嘉宾。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
永远变成了曾经，我试着专心祝福你，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是陪一下先离席，又不是偶像剧，怎么变得那么入戏，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离开的你自己是当母亲，还有什么资格关心，毕竟终成眷属的人是你，而我只是嘉宾，我留起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缺席中没有勇气，把自己还给我自己，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遇见你的他好幸运，但愿他会比我更爱你。谢谢大家的掌声。咱们俩那个耳环跟那个耳机弄好，一直在弄它。刚才一直揪着来着，是不是老师？是不是这个音响的缘故？能不能把它翻过去？你这样先塞。把这个好。我看一下，我带来的歌还有三首。但是我们直播的时间还有很久，要不再点一首歌？哇，你节奏好快哟、哦！小鸡哔哔，闪闪唱一首《下辈子》啊，可以可以，小鸡哔哔，你看那里有个小鸡哟，你看那里它有小鸡哟，小鸡哔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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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哔哔哟。哎，那个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下辈子是谁点的小鸡哔哔来着？你是二九二四来的吧？哎，我们来一首下辈子不一定遇见你。用尽
全部的初心，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很珍惜，不敢答应，用尽所有力气小心的爱你，唯恐能留你一切来不及，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很珍惜，不敢放弃，为此我愿交出全部的自己，永远不让你委屈地哭，首歌，这首歌叫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嗯，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老歌，只是最近又被猫脚姐姐翻唱火了，一个吉他版本。然后接下来现在带来一首特别温柔的《奔赴星空》。喂喂喂喂，嗯，好温柔的一首歌。可以化作一颗星陪你闪耀，让月色温柔着季节的棉袄，追着时光奔跑，等流星划过就祈祷，在某一刻我开始变得重要，把你的烦恼全抛到银河里丢掉，然后微风不燥，一起都刚好，如梦般的自由，再画出浪漫的符号，让这段远距离能慢慢世界的面貌，追着时光奔跑，等流星划过就祈祷，在某一刻我开始变得重要，把你的烦恼全抛到银河里丢掉，然后微风不燥，一起都刚好，如梦般的自由，才画出浪漫的符号，让这段远距离能慢慢颠倒，你落在了星空，而我在人海中，抬头看到的风，就任它放纵，带我所想的飞去，有你的星空，你落在了星空，而我有心重重，它有宇宙无处安放的情绪，你不懂，不是三秒钟的心不会消失无踪，想和你度过所有的春夏秋冬，你落在了星空，而我在人海中，抬头看到的你就是我歌。哎，我现在觉得开始徐徐的有晚风吹过来了，太好了。我刚才去换衣服的时候，一进商场
好像整个人活过来了，那个空调一下子吹过来，大家站在这里听我唱歌真的挺不容易的，真的挺为难大家的。然后我自己的歌还有最后一首啦，然后大家可以点歌啦。唱大风吹，大风吹已经唱过了哦。来迟了，来这个小哥哥。你的眼睛像星星，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眼就坠入陷阱，别担心好幸运。哦，不是这个，我是想听你唱那个你曾是少年。你曾是少年怎么唱来着？给我哼一句。许多年，明白。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飞越这世界去最遥远的地方，感觉有双翅膀。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好，我就会这段。小朋友们准备一些糖果，就是对大家可以到这个小朋友可以到这个叔叔这边过来拿糖果啊。还有什么歌？起风了，起风了也唱过啊！你看，就是新来的。玉莹，喂，王大叔，玉莹没唱呢。什么？你刚才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唱美人鱼吗？啊，美人鱼是吗？不要着急，清唱还是带伴奏？清唱吗？带伴奏，来一段好不好？哇，我瞬间觉得我好厉害哦！我在全民 K 歌上居然找到了于珊珊 bling 版本的伴奏，直接来第二段吧。大家其实喜欢的都是第二段。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爱你世界。稍等一下，老师，魅力老师没有电了吗？稍等。我也一样，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这里开始，从第二段开始。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安逸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的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
然还是这首歌，大家的掌声更热烈一些。哇，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然后再来一首我自己今天带来的歌吧，这首歌叫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哎，你们都知道我叫什么了吗？还有人不认识我吗？就算你今天来之前不认识，听完这场总该认识了吧。这么热的天，我们一起共患难，在这里听我唱歌。我叫于闪闪啊，不知道的可以就是看一下那个海报牌子上面有我的名字，也有我的抖音号，大家可以在那个抖音上面找一下于闪闪。这首歌叫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原本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明星大哥大歌手唱给他的粉丝的，然后这首歌吧，唱给大家也不为过，毕竟在我说完这个海报牌以后，大家都知道我叫什么了。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兄弟，等我唱完这首。
刻我们必须不到沉着，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我会知道你在哪个角落，看人生匆匆，愿我们同享光荣，愿我们的梦永不落空，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就让我们把爱留在心中，也许有一天我老得不能唱也走不通，我也将为你献上最真挚的笑蔷薇。投入了，不知道，反正有人说我破音了，那我就认吧。我是故意破音的，为了让大家知道我是真唱，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对嘴型。那个，编不下去了。还有无人机吗？这不是我们安排的耶。这是哪位兄弟的无人机？好高级哦！第一次有人在我路演的时候用无人机拍我。那个，接下来我自己带的歌就基本上唱完了，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需要拍摄的歌曲，对，然后大概每首歌唱上一段的样子。哦，大家也可以点歌啊，就是一会儿我把这个要拍摄的歌曲拍完以后可以唱歌给大家听，大家可以点歌。还是什么感觉？还挺骄傲的，还挺害羞的。天上突然有一只长着一只眼睛在看着我。无人机是你的，吹牛。来，那个，先拍哪首歌？儿歌。儿歌吗？因为快到六一儿童节了，所以要拍摄一个，就是那可以，我们先唱一首点的歌吧，好吧，大家点歌吧。什么？千千万万。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日月。哎，我可以唱上半段。是不是谁偷了我的网，偷了我的热点？我的歌怎么充不动了？那网怎么这么差？其实我每次路演的时候，因为就是平板需要搜网，然后我都开着自己的热点，叫于闪闪的小手机，不知道有没有人搜到。不知道有没有人搜我的网，我的密码特别的简单。哎，我想滴水了呀。这个伴奏有了吗？伴奏吗？对。
有的有的。什么情况？为什么突然间没有网了？连着网的呀。好，我这里好了，我先给小姐姐唱上小半段的《千千万万》吧，她等了好半天了。好。只会这一段哦，这个，来，然后我们拍一下那个儿歌吧。我有点看不到哎，看你俩离近点。啊，可以了。好。我先跟一下。结束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有什么问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先淘气，哎呀，我看不到。结束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有什么问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我是图图小淘气，面对世界很好奇，我有问题数不清，咕叽叽电脑不停，叽叽抱怨童话里做英雄，我叽叽抱怨热血心中流动，巴啦啦消磨线，咒语一呼唤就张开正义的一战。可以先合一遍，因为这个是一个串烧的伴奏。因为快要六一了，然后这首儿童串烧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冬天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有什么问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我是嘟嘟小淘气，面对世界很好奇，我有问题数不清，咕叽叽闹不停，我叽叽抱怨童话里做英雄，我叽叽抱怨热血心中流动，巴啦啦消磨线，咒语一呼唤就张开正义的一战。好低哦，这个调好低哦。小朋友，刚才我唱的歌你听过吗？一首都没有听过啊，你还小。我小时候听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哈哈哈哈哈，黑猫警长，是下雨了吗？好像看到有一点点雨滴，我们尽快完成吧。下一首什么？别错过，这首歌可以直接唱一段。更多的
我今天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好好听。我整个唱一段吧，看着谱子。白鸽不会亲吻乌鸦，海的故事只
首歌，希望下次路演的时候我能熟悉的把它唱下来给大家听。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它。然后还有什么？哦，可以可以。音频有发到微信上吗？发到微信。好。OK。这个是我之前，怎么样？这个是我之前录好的音频啊，嗯。雨一直下，好，雨一直下可以。还有吗？让我做你，让我做你的眼睛，手拿阳光才看得清的手啊。雨一直下点的很厉害，很有水平。找一下那个雨一直下的伴奏。你是着急让它下雨吗？雨一直下。
点歌啊，赤灵啊，赤灵、棉花糖，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哦，真是一首猛男该听的歌两首都会耶，来一段吧赤灵很会点哦，厉害，
我听的歌哎，后排的同学喊我，哎，翻过来给我唱首歌，然后我就这样，大耳朵唱给他唱唱这首棉花糖。好多年啊，好多年都没有唱了，初中的时候唱过这首歌。还有想听什么歌吗？再来一首猛男子歌。小酒窝塔山河，每次都听小酒窝猛男子歌。维新让我做你的眼睛。维新好，还有两首哦，还有两首的时间。我想一下，前几天我才拍了一个，才听到一个，那个猛男的歌怎么唱来着？唱一首《十七岁》。刚一心动动，你会为我抱拥；我一心痛痛，你会张开我的笑容。这个才是猛男听的歌啊！还有什么歌来着？别站着的货。十七岁。什么？大声点，我听不到啊！让我做你的眼睛。让我做你的眼睛。还有吗？魔鬼中的天使啊，很会点哦，大哥。让我做你的眼睛。这首歌。
歌我感觉卖不卖歌不歌的跟喊麦似的。是情歌唱给你听，把你当作天上星，为你去过断崖边，我也曾陪你踏上天，为你孤身逆苍天，我陪你笑看人世间。好低呀，我升两个调。横过江，收取几十朵幻想，我为民不败镇八方。你的眼那太妩媚，说千杯烈酒就一醉，一滴朱砂今生的泪，忘得孤独谁体会？爱断梦断人肠，我恨你每分淡淡。还有什么歌来着？这个大哥在这边坐了一晚上了，《魔鬼中的天使》。我还以为是那个什么 You took my heart away 那个歌名串了，那个首歌叫啥来着？那首 You took my heart away 那是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有知道的吗？魔鬼中的天使。对呀，那个是邓紫棋的。他说的是那个田馥甄的。对，我知道《魔鬼中的天使》嘛，就我还以为大哥点的是那首歌，那首歌歌名叫啥来着？邓紫棋的那个叫什么？也是对，是什么魔鬼？我还以为是那首歌。继续唱，没关系，我都会唱。太优秀。一瓢黑色念头在梦墙
大家，非常感谢大家能在这么热的天在这里一直站着站了这么久来听我唱歌看我路演。然后大家没有关注我的抖音号的或者不认识我的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每天都有发作品。嗯，我看着好像快下雨了，对，所以今天咱们就唱到这里。我每个月都有路演哦，就是如果说觉得哎看起来还不错，以后我还想看这个姑娘路演，可以扫一下那个二维码还在吗？可以扫一下那个二维码进到这个微信群里面。我每场路演之前都会在群里通知，都会有群的通知。今天谢谢大家，辛苦大家给我鼓掌，谢谢，谢谢，谢谢。下场路演见，哥。然后大家有想跟我合照的，可以过来跟我合照哦，没有关系。嗯，不用害怕。我刚才我说走近点让大家怼近近拍，我走过去然后那边的人就往后退一步。自拍吗？闪闪是你、啊、都行都行，可以自拍也好。是你吗？不是这个，我也感觉不是这个。对，是鱼闪闪，小鱼的鱼，搜鱼闪闪就可以了。鱼闪闪，鱼，小鱼的鱼，鱼闪闪、啊、对，鱼闪闪，一只鱼的一条鱼的鱼。谢谢清欢哥。那要再录一下吗？对，是这个，谢谢，可以可以可以。那是大家稍等一下啊，再录一下那个串烧。你录就好了。先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录好，谢谢，稍等一下。哎，我的歌词丢了。哎，飘了吗？飘走了吗？世界很好奇，后面呢？要吧。谢谢谢谢，你凉快就行，谢谢。是不是可以拍照？可以，稍等一下，就是还有一个歌没有录好，拍一下。哦，现场的歌们有谁捡到我的歌词吗？一张纸上面有一些歌词。哦。小胖偷歌贼。来，我放一下那个伴奏。这个是吧？冬天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有什么问题去肩膀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都不会去慌乱。我是嘟嘟小淘气，面对世界很好奇，我有问题说不清，咕叽咕叽冒不停。我激情风从华丽做英雄，我激情帮热血心中流动。蓝蓝蓝小魔仙终于一呼唤，就张开正义的一战。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有什么问题去肩膀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我是嘟嘟小淘气，面对世界很好奇，我有问题说清清。好绕口哦，我有问题数不清，咕叽咕叽冒不停。冬天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有什么问题去肩膀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我是嘟嘟小淘气，面对世界很好奇，我有问题数不清，咕叽咕叽冒不停。我激情 boy 动画里做英雄，我激情 boy 热血心中流动。巴啦啦小魔仙终于一呼唤，就展开正义的一战。太配合了吧。可以了吗妮妮？好了，好，大家可以想拍照的哥哥可以过来拍个照啊。
这个旁边来了。